都帮他搬上来，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地方让我们泡着吃。然后这个场景的话，我觉得蛮不错的是，这里浮潜啊很舒服，因为它浪没有那么大。吃饭之前他就给我们一个大概20分钟的时间就自由活动，然后大家就可能就是浮潜啊等午餐。然后其实午餐还蛮丰富的，有鱼啊，有肉啊，有饭啊，有水果啊，还有就还蛮多的。嗯，哦，还是有点温温的，还蛮好吃的。我以为它是那种冷掉然后硬硬的，但是它是温温的猪肉。哇，是有水准的。嗯，嗯，整体上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好吃的。而且大家其实你看，聚在那边。很舒服的，听听海啊，然后吃饭。这次啊，来到巴拉望的爱尼岛啊，我只能说太喜欢了，因为那边太漂亮、太美丽了。那我们这次是参加两个 tour A 跟 tour C， 那因为我们天数不够，所以我们只参加两个行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天数够的话，就四个行程参加是最好的。你知道，因为我这次从宿雾飞巴拉望，然后到爱尼岛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，从宿雾飞到公主港的话是大概一个小时多，然后要再从公主港机场坐车到爱尼岛的话，要到5个小时多，屁股都快炸开了。好，你知道就是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，因为当你踏上爱尼岛这个土地上啊，然后尤其是我们度假村又在海滩的旁边，当你看到整个景的时候，你就会哇哦。真的，你知道最难熬的是什么吗？因为每次到一个岛屿的时候，其实它船就是停在一个定点，然后你需要游过去。那中间啊，如果假如没有那种岩石或者是珊瑚礁啊，你会游得非常开心，因为你可以享受就欣赏海底下的那种美景。但是啊，我看过真的，我同团的血流满脚，不夸张。所以啊，这边要特别记得，如果你去跳岛玩的时候，一定要穿那种长裤或者是带药。哇，那边真的蛮好看的。还有我们这次行程啊，当然还有独木舟可以玩。这一次啊，让我特别有印象的是一个地方叫 Secret Lagoon， 应该叫 Lagoon 吧，嗯，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，它就是秘密的细湖。到了这个地方之前啊，就是其实你还是一样，就是要游一段，然后就再走一段水路，然后再穿过一个小洞，然后当你进去的时候啊，你就会，哇哦。那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其实啊，我们导游真的都很认真，有一些那种 top 的镜头，其实它就是爬到高处，那其实它服务都很好。那记得就是小费给多一点。如果你在跳岛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穿那种防滑鞋。那如果今天你在参加 tour 的时候，它应该是不会附送这个东西，它可能就是只会附带一个就是那个氧气罩，呼吸的呼吸管，让你浮潜的时候用。那所以如果你要去租鞋子的话，其实在坐船的那个沙滩那边都会有那种小摊贩租，然后一天是100披索。那这边要提醒大家，就是那边的人啊非常爱提高价钱，
所以啊，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对半先看。好，那这一次最后一个岛啊，也是让我非常的惊艳，它不管是景好看，漂亮到我让我觉得我真的想要再去玩一次。